感谢杨医师哦，这摆哦，这个机会给我来讲这个台湾是信用的发展。哦，啊，其实我研究到后边哦，我变作你研究讲为什么有这个台湾型的信用？那么咱拢知影吼，咱台湾的迄个困境哦，就是。为四百年来吼，苏明老师嘛解释个遮大清楚，就是通地价甲比通地价的关系，人甲人的关系发展到即卖吼，台湾人到即卖阁无法度建国，啊，为虾米无法度建国？为虾米即当阵咱要来建国？吼，这是我咧探讨的原因啦。啊，其实我哩这个原本的资料吼是 Aris。哦，伊，咱要有一个展板，哦，咱若有机会，咱来顶头去看第二期的展板里面，啊，伊的有英文的部分是我翻译的，啊，你若讲有了解英文的吼，你会感觉讲伊迄个台湾型信用啊，的介绍吼，甲原本的中文哦，敢若无啥共，欸啊，迄部分哦，迄是我的见解，哦啊，我家己用英文的写法哦，来表达咱台湾人这个信用的价值是伫倒位，哦，啊，这个问题我当初要翻译这个题目哦，我想超过一个月，啊，拢无都冻起啊，不知道怎么翻译啊，嘿啊，我感觉问题虽然是咱拢理解，咱讲安尼建国。哦，啊，大概看这个政府哦，这个表现哦，咱实在无阿多忍受，哦，敢那无这个尊严，哦，啊，因的想法拢用因的价值观来统治台湾，就是敢那讲通地价甲比通地价的关系，哦，啊，我一直想这个问题，当中想到过来，想到讲啊，关系人甲人的关系是啥物，诶，啊，这呐。国转来，我就爱去看迄个经书，咱的台湾是太上经典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伊内底我找到答案，吼、哦。我伊内底我找到一个，真好的答案。其实咱台湾是的信用，你读迄本经就有教，内底写甲拢足清楚，吼、哦。啊嘛，咱用英文是要介绍给全世界了解，咱台地讲的，你推广这个台湾新信用的目标是伫倒位？啊，是为什么咱要推广？哦，这是咱爱思考的问题。咱若拢了解，咱家己讲拢了解吼，啊，要甲人宣传哦，就真简单。啊，迄当阵我要用这个，要宣传，迄当阵我就感觉讲是要用。自由民主人权，咱摸唔到，咱这个价值观就是自由民主人权。啊，不过这普世价值大家拢足了解，其实这个人权的问题吼，欧洲足早因有这个困境，吼，因嘛是打拼来的，有这个概念，吼，尤其是在第二次大战以后，啊，因足侪国家拢嘛是被统治的。像甲李淑敏老师伊嘛，伫咧迄四百年的历史内底写甲足清楚，伊就讲，其实台湾的历史，就是旧殖民的历史、被殖民的历史，从来没有自己的一个历史。啊嘛，像你刚刚一挂教授那么讲的，历史文化就是传承，而咱台湾的历史文化。几乎等于是外来历史的文化，啊，自细汉我嘛是读历史，我嘛是，大家迄个拢嘛是中国的历史，吼、哦，啊，甚至吼、哦，台湾写出什么款，伊可能敢那在讲是汉字安尼啊，吼，啊，倒位是倒位，伊的历史的背景，吼、哦，伊的原住民的历史，咱拢无啥了解，这嘛是我嘛是受害者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逐天你想这个问题当中哦。我咧关心吼，我要怎表达这个概念哦，互阿斗仔人知影，因为我爱翻成英文，吼、哦，
啊，足久啊，我啊想我先介绍一下，其实我去美国有留学过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是读物理的，啊，基本上我本身哦对宗教实在，因为个人关系哦，有一点感冒啦，家庭因素，所以我是觉得是说，安尼就好啊，有没有再说，就是没有很深刻的。了解，嘛是家庭的背景啊，因为是大人受日本教育，吼、哦、啊家吼的了，讲一动说一动，吼、哦、啊多的你就不要讲，啊多讲的话是多挨骂，哎，我嘛是啊，迄当阵啊，不过我真感谢啦，因为是大人我自由发展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、啊他有他的红线。哦啊、其他的就让你自由选择，这点我就感恩的、哦啊、所以我唯一我比较不跟人沟通的是说我叫我爱聊嘛，麦克风的啦，因为基本上是也是因为我的背景的关系、哦、因为我都自己想自己在套、哦、正反面啊，套来套去结果都说其实正的也是对的啦，伊甲你骂甲你怕，伊嘛是伊个原因嘛，会替别人个设想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训练过来咯，即个思想是啊，吼、哦，会去替别人安怎想，为虾米伊会安尼做，啊，伫训练过程吼、哦，你拢会问讲为虾米，啊，所以我去读物理嘛是对啦，因为一寡你看到个吼，咱世间个物啊，你有只讲，哪会安尼，啊，伊哪会安尼做？啊，我哪会做袂来？啊，这问题真侪啦，啊，会想要去甲理解。啊，为什么会惊？较讲对物理有兴趣嘛？是讲因为迄当阵有一个自由发展的机会，是大人。啊，有一天就讲咧，家庭有讲有一块问题，我就讲，叫做要开家庭会议，我们要人权嘛，吼，大家来决定一下子，吼，想一个方法来解决。啊，叫定一个吼，从迄摆开始吼，我唔敢讲讲要想开家庭会议，家己想就好啊。所以其实吼，人权这个物啊吼，应该是为家庭开始，叫做教育比较重要。吼、哦，大家讲人权，人权什么？吼、哦，啊，其实人权足简单嘞，咱平等就好啊。吼、哦，你讲，我甲你接受，你无接受，我今仔甲你尊重。哦，啊！你讲出来，你爱负责，哦，爱负着责任的责任感，这足基本的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咱传统的，无管以前价值好啊歹，哦，啊，迄个咱的环境就是安尼。啊，你成长的过程，大部分咱受着，咱拢有亲身体验，体会到的是讲，咱日本教育啊，啊是讲中国迄个教育的迄个讲。长幼有序啊，吼！你讲啥物就讲，啊，你袂使吼，不能反抗。啊，其实我即摆的态度是拢足简单嘞。我即摆所理解是讲，爱讲，吼、哦，像这西藏，伊讲我们要 dialogue， 吼、哦，我们要讲，吼、哦，你要听我们讲，我们的要求是啥物？爱尊重，爱互相尊重，吼、哦，其实这个是足重要啊。啊，即敢若讲啊，上远啊，我是要讲。经书啦，哦，经书这个物哦，后来我就去订啦。其实我离美国有足济机会，迄可能嘛是上帝安排款，我嘛无啥知。啊，不过离美国哦，迄个传教士啦，吼、哦，会来弄门。啊，我迄个较衰了，我第一个是好奇，哇、哦，来弄门好啊，就请伊来，哦，伊就介绍。啊，我这个人嘛脾气啊。因为家庭的背景，我对宗教有一点排斥啦。啊，一来我就给他查，也可能是我这人个人个性使然，吼、哦，我给他查。然后查查个可能未来啊，过一个，一个人唔好，够去问，一个提出提出来，伊针对我跟他提的问题哦，他又拿很多经书，好、哦，啊来跟我讨论。哦啊，哎呦，你喜欢我哩翻译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体会到讲，啊，这人我即马我感觉真正常，
拍摄，我会回想给他们。嗯，就是讲哦，应该呢，基于他们的信念，也坚持。伊讲，伊要甲你分享，也不计所有的困难或羞辱，伊嘛安尼阁甲你宣传，这个精神哦，就是咱爱国的精神。讲实在的，啊，其实这个精神哦，嘛是共产党足惊的精神。哦，为什么？迄当阵我嘛读了一本书，迄嘛算禁书啦。迄当阵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，啊，我刚刚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书店的样子。我就翻到一本书，啊，伊的讲法嘛正趣味。我讲到讲咧，其实哦，基督教哦，迄个精神的传承哦，甲共产党迄个精神的传承哦，相像。然后嘛，真压抑啊！吼，迄当阵咱国民党的统治啊，他讲啊，三民主义啊，反共党啊，共产党要破坏啊，什么啊？那么咱我即摆是讲的讲力量，吼，迄共产的力量，迄个道德观是一个足悬的啊！吼，咱可能咱即摆人类啊，较无遐个程度啦。讲实在，啊，其实迄当阵，就比讲我嘛，甲一寡迄个同学嘛讨论过，吼，伊讲。其实马克思主义当初伊这个理念较好，啊，被人家误用、滥用，就是 misuse 哦。啊，其实为什么共产党哦要消灭宗教？因为知影伊迄个好处，伊知影迄个影响力，迄个信仰的坚定的力量，信仰的力量。伊共产党的。开始哦，足简单嘞。迄当阵伊个代表嘛哦，咱讲中国人哦。伊个迄当阵伊迄个就是蒋介石甲迄个毛泽东，伊就是共产主义苏联的制度哦。因是安怎推广嘞？伊就甲伊个迄个成员哦，你有对这个共产的这个力量哦，足认同哦，甲你等嘞哦，资本社会内底，叫你家己一个人去遐去宣传。你一个人哦，啊，就去遐去活磨练，迄个敢若甲基督教吼，咧传教吼，伊就走去台湾来讲，我要来传教，嘿，啊，语言也不通，啊，习俗、历史背景拢无共款，伊就定个啊，较安怎，你敢若甲赶，伊嘛是搁来，就敢若我去美国读册，迄传教士，我实在是，嘿，即摆讲个，迄是，我就。其实我是在了解啊，了解了，我就讲好啊，安尼就好啊，嘿，啊，他还是一直会来，坚持他的信念，说好康咱修道无，这是上帝意思，吼、哦，这是为了咱人类伊的力量是足大，很崇高，吼、哦，爱行动力非常大，啊，所以毛泽东啊，共产党看到这点，我嘛惊惊就讲，哇、哦，啊那基督教和你来传，我都无，我就没有地盘了啊，嘿啊。啊，所以为什么我迄阵嘛是，这是我家己的见解。我感觉讲，为什么共产党他会对法轮功这么有戒心，对宗教这么有戒心？因为他力量太大。啊，为什么也遐大？我们都太把自己贬低了。咱大概拢受人通敌，有了传统的教育的思想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拢唔知影要哪讲去做人。啊，这个观念过来了，我讲过，并个甲去圣经啦，拜过。其实拜过哦，我第一拜我咧看迄当阵哦，其实我嘛是讲，咱台湾上圣经嘛是一个缩小版的拜过，哦 ，Holy Bible， 伊讲迄是顶头要予咱的，要提醒咱。啊，其实每一本经啊，我们都不要小看它。每一部经的都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，就跟他讲印完了，印这个史一出来，为什么一出来？咱来第一个，咱来问这个问题，一定是讲咱社会出的问题，咱人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，顶头还是讲啥人不应该看了讲啊，这袂使，这哪个过了瘾哦？咱其实重要的关于生存 （survival）， 哦。诶，拢无去啊，无这个生存的机会啊，所以伊是被延续这个生存的价值。
咱人就是要活落来，啊，活落来不是为了给家己，是要为了你家己子孙继续活来，嘿。啊，我这个又偏离了主题啦。我起码是要搁讲来讲，台湾人这个信仰哦，我第一句话我英文的翻译呢，我来是讲哦，这就是原始的信仰，最原始。嘿，不是跟人家讲，哎，今仔日这是上新的，其实这是最原始的，哦。啊，伊这个元素的，我来想讲，伊是一个元素的，其实伊是，伊探讨咱人，甲，即个要甲讲，无形甲有形的关系啦。其实吼、哦，咱世界吼、哦，即我难免会佐证啦。我用物理的观念来讲，其实我嘛是提起的，我嘛想听久，讲即个物啊是安怎来，哦。啊，回来的佐证，我明明来讲，我先讲这个第一句，就讲这个元素，我来想讲认定这个原始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？当初我咧想到这个这点当中，我有想到讲，其实这嘛不是为了咱台湾来，这是为了全世界，为了咱人类，为了宇宙这个生存，放大就放大可以看成这样的问题。缩小可以缩小到个人自己本身的，就是说回归的问题。我要归乡，我要发掘我原本的初衷。但做了，想要未来再做了。那你最原始那个，像咱大地讲那个原理，那艺术感官，那个可以追得到那个地方。是讲咱今嘛拢没去呀，我们都忘掉了。就是我马上把它看成就是说。这是一种所谓的 primordial belief， 就是所谓的初始的信仰。啊，当然讲来来说，在创世纪边迄个圣经讲的，这个问题迄条是我冇去想过，想足久的，哦，就是讲吼，当初哦，咱迄过程大拢有了解过，就是讲这个世界是安怎创造出来的，哦，啊，过来哎，有人，哦，亚当。好、哦，阿个伊莫夏娃，阿上帝就解，其实因即、這个，因为咱上帝咱有看过，咱就咱即卖想象，其实迄当中嘛，因伊也想讲，我就上帝就跟讲，我跟你定个契约，其实这是一种契约，就是关系啊，有种某种程度的关系，有来讲讲诶，阿、啊、你就是大家安生活，吼、哦，阿唔过有一点，迄张树啊吼，伊咪啊吼。你卖去个食，哦，就安尼啦，尔啊，剩下随你的自由意识，哦，自由意识你是选择，随你的意识去做，哎，刚刚我是点个尔，就那一点而已。啊，结果哦，有一个较搞怪的，哦，啊，迄个讲是讲天使啊。